都在这里经过，听说有很多人他们选择沉默，听说自己说会慢慢变成寄托，听你说又不如听他们对我教唆，听他们对我数落，听他们出卖我所说的选择性的错过。要选择忘掉什么？那记忆中是人吗？你旁边的尸体应该早就已经冷了，想哭又何必继续忍呢？电话上的号码是属于你的，也许忘过一次两次，可又重新记得。当铃声响起了，你别太着急了，安安静静我在听，谁去干掉那些记者？我封锁好门窗，像丧尸电影那样。你离开之后，房间你烟味实在太呛，锁好门窗，只为留住你的体香。我不能让你离开，只好给你几枪。戴上耳朵开始听懂那些欺诈，他们开始害怕，当我张开嘴巴，他塞住我的耳朵，想要蒙住我的眼，他拿起扫帚开始使劲击打我的脸。我扔掉我的面具，在我七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吃人，在我成年那天。我想走上大街，他们眼神里面，我只看到毁灭和他嘴角的血。原来这世界比我想的冷酷一些，原来我吃人是天生的职业，谁叫我是怪物，他们想要把我排除，被人故意嫁祸，于是怪物被逮捕，怪物他不服，怪物很痛苦，怪物不想屈服，于是逃到这间小屋。这条小巷再次见到他，原来不是他的想象，可是他的脸上又怎会被人弄伤？他用尽力气反抗，可是怪物只想帮忙，怪物很愤怒，于是抓住他的衣裳，他无力的双手打在怪物的胸膛。这时我突然退后靠住了墙，因为从他眼里发现了我的模样，原来我是怪物，可是我也不想。他们选择沉默害怕，所以不讲。孩子们在噩梦中勾画我的图像，大人们恐慌着举起了步枪。怪物回到小屋，踏着凌乱的脚步，他拿出手机翻开紧急通讯录。我突然觉得背后被危险给盯住， Sorry 我不想死，只好抢先你一步。为什么你看见我你要跑？我要找对的出现一定会比较好，可是周围的人都在对我灌输恨。我想问，我很困惑，到底是谁比较笨？啊，我只能在黑暗中爬，远远地看着金字塔，每天都睡梦着惊醒，寻找着要我命的人在哪？你在哪？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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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？